卖拢像安尼，敢毋是？对，你因为迄观赏用的迄无共，观赏用你因为伊遐差几日工，所以讲即款就爱加起来。吼，啊，阮即款我拢无办啦，像即款即款只有办，就天开就差六分开，阮只有办。我即款就差了。差不多高分开去，这样伤开去啊！哎，对哦。所以你就是这种六分的。对，六分到八分的开度，原来慢熊独后啦。哦，然后怎么做？然后把它一片片摘下来。对啊，等一下我们里面卖场还有我们之前摘过的。这个可以发叶哈、哦，可以发。里面了。然后里面就是慢吃系啊。你不是说这个太开了？对，我就伤开啊。不要噻，你再。嘛是无要紧，我是讲你尽量卖好伤开啦，伤开也盘开就较无啊啦。哦，哎，那个是最好的东西。最好这种哎。哦，赶快，站。你拍这个。没有卖这种，我搬回就是我装。哎，安尼办。这个材质这样子啊。哦。这样。系啊，然后等下我就把这花萼跟这无，这回花瓣分开。哎，啊，因就最主要是用这花瓣去做酒跟酱跟醋，然后我们也是用花茶做花茶，系啊，还有干燥花瓣。还有我们的那个纯露，我那纯露足好诶，嘿、哦，我纯露点了，电视你敢广告，哎呀、啊，暂时不能把，就一两天才开一点，好走。